哇，我现在来到天然奇木，我跟你讲哦，这边的木材的味道超级超级香，哎，很顺，而且像我们今天勇敢的不怕怕的。而且听说它是木雕塑里面是最帅的，你们这边很奇怪，男的帅，然后女生的漂亮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请问一下，你的风格是很蛮特别的，你真的是很艺术家。每周五晚间九点，地球的庆典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